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了一栋大楼，这栋大楼的外围没有任何的护栏，没多久我听见小孩的笑声，就直直摔下楼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醒了。醒来以后呢？就来你的房间，坐在这里看你睡觉。你怎么不问我做到什么时候啊？那个确诊的同学就坐在我后面，我劝你还是离我远一点比较好。他的眼神跟以前都不一样，好像生病。再说一次，你是不是来翻过我东西？我没有。那为什么我外币存折不见了？他们在外面干嘛？在门口监视我。看你吓成这个样子，我什么时候变成是你的噩梦啊？好了，别赖床了，15分钟后我送你上学。妈妈，你要好好保重。